拜托你，搞到三更好不？英啊，给我女儿饼当成功，请我成功，我就会真心接受我。用喜寿来做女儿饼的馅料。小马是方菜。原来你是希望女儿饼内面有妈妈的味道，足香的呢。什么真香真好吃？我给你100分。妈，那这是最好不？我请用你，你老弟不做，死的你。 我出国了，咱公司的感情都跟咱隔在这四边哦。等下，你讲大小姐已经入去了，拜托，我去麻烦你先帮我介绍一下。陈慧欣小姐，卡苏里博想要做成，搞到我这，请你对这个开始离婚两个人较远的。我去拜访唐老先生，讲要办一个选美的活动，来替水果拍广告。我感觉选美真好呢。 点去叫做水果小姐选美比赛，连奖金偌济拢已经决定好啊。有奖金无？按偌济？30万。你认为你凭倒是点，倒一个部位会当符合选美的标准？你面上是要戴这个帽？你真是阿妈面上秀！你今日你搞用心做出来女儿饼，拍伫个头壳。 就等于是搞泡青菜，为什么开始？我被我家己。